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欲言又止 Your Studio， 我是梅子 Pony。今天要问你实况的是超明嫂。那像就是我看了一下各位爸爸们的评论，就发现就是爸爸们说，就是跟鬼娃讲话，然后就是不只只有保存跟读取，然后说还有选项，真的空白。鬼娃，哈哈，被你发现了，作为奖励，我来告诉你密码嘞 ，Arkila， 这是什么的密码？你还记得吗？不论什么时候忘记的话，一定要记得来找我。什么东西啊 ，Arkila？ 花花是干嘛的？棒球棍先带着好了。这是什么？彩家还在这边，不管你了，花痴彩家。然后爸爸说，就是花子这边就是要花子只会就是单纯的就是瞬移，就是该怎么讲，他瞬移会有 CD， 所以要在他 CD 中间，然后就穿过去，然后去拿马桶里面的东西。魔法少女花子说他只会瞬移一下下。等一下，再来一次。刚刚没有抓好那个 timing， 再来一次。花子先生，好，说他会瞬移。等一下哦，趁现在，硬币掉进去了，拿起来吗？拿，得到了零钱，好臭！原来花子，你看花子怕厕所的味道吗？就这样就好臭，先出去吧。刚刚拿到什么？零钱啊，贩卖机，买果汁，获得了宝矿力水特，不是宝矿力水德吗？水特是什么？先快速记录一下。接下来我们要干嘛？去问 book 一定知道接下来要干嘛。普罗米有什么问题吗？快救救叶真同学！他就是叶真，他是我同学。你不说我都忘了，叶真还在我身上。已经给他治疗了，这样就没事了。不，请让叶真在这里暂时休息一下吧。好像就算是恶灵也没有办法靠近这里。这样不行，这种身份不明的人，他是我的同学。叶真他不是这么可怕的人，拜托了。既然普鲁米这样说了，没事吧？你就这样让我出来了？有什么困难吗？问题是，六个部分，这个我知道了。叶真被恶灵吸了精气，好像干枯的样子。摄取这些水分就能恢复体力了。曼德拉，对，那给叶真宝矿力水特，这样吧，介绍给我的吗 ？Thank you， 你人真好，仔细一看相当可爱诶。那你当我女朋友也可以，我才不要嘞，真是的，水里有奇怪的东西。不论你不是我，真是你，可是。这个是什么？虽然像钥匙，不好意思，失礼了。为什么你们同样的话要讲两次啊？可恶，这样不快，我要睡，我已经睡了，不要打扰我。得到了小小的钥匙，小小的钥匙能干嘛？这个能干嘛？算了，先拿棒球棍吧。然后。哪里有水啊？
我们这边好像都去过了，先记录，先去外面看看吧。六个地方要放哪里？超的脚？什么？工藤之木、吉野之木、早乙女之木、岩石，打碎，打碎。打碎！哎，那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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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是什么？哎，变成我的头了，学姐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是我不听学姐的，你能逃跑吗？可以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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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逃过去了。它会加速，哎，后面有什么？下去了。有水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哎呀，身上血洗干净了。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身上血是有多浓啊？啊？超的一部分，超的头，超的头怎么在这里啊？算了，这无所谓，赶快出去吧。真不愉快。然后把超的头放上来，哎哎，腿呢？哦，我刚刚死掉了，所以腿不见了。好，先记录。那个墓碑不要去看了。现在身上的血洗干净了，应该可以去找老师了吧？老师，老师在哪一间啊？这一间。打开。老师，哦，得救了，先伤脑筋啊！地震的时候失去了意识，醒来就被发现关在柜子里，从里面怎么打也打不开。学校要找几块，我去看看状况。老师，学校很危险。走掉，老师会不会遇到危险？应该是不会吧。对啊，我这走廊还没有办法走。然后再有什么？这边这一间好像没有什么。那边去过了，那边就是死之狼。然后。这个什么的方向伸手 ，BAC， 看不懂，晚点再看吧。现在主要是要就是这里，哎，彩佳还有苍田老师，就彩佳，镇定点，已经没有怪物了。老师，彩佳怎么变这样？因为怪物太恐怖而引起了恐慌。彩霞被袭了，所以不是跟你说要逃到安全的地方去？等等，现在稍微安静一点。但是没关系，有我。我知道了，是彩霞拜托你了。我有一些事情要去那边查询一下。等等，我想在职员室，我的台子上应该有精神安定剂，能去拿下吗？喝下去应该能稍微冷静些。我知道了，小心点，千万不能死。你也是我重要的学生。老师，谢谢你。我怎么总觉得他怪怪的？等一下，我觉得这老师怪怪的。你会不会把彩家怎么样？总觉得这老师怪怪的。精神安定剂，这里吗？苍田的工作台，奇怪了，没有镇定剂，这他的柜子都没有吗？哦，等一下，会不会是这里的柜子？
都没用。好啦，回去找那个，回去找老师吧。啊，彩佳，彩佳醒醒，彩佳！都怪我没有保护好，怪物突然出现在眼前，我什么事也没做，可恶！没能把重要的学生保护好，老师请不要这么自责。错的是20，如果不处理掉20的话，老师你也受伤了，必须包扎好。我没问题，别管我了，快去做你该做的事情。对了，这个，啊，巡逻是偶然发现的，这是操的手。呀，老师你身上怎么会有操的手？操在失踪的前一天有拜访过我。超想和我谈一些事情，我因为很忙，所以没怎么听见超的话。我知道超很痛苦，那个时候如果好好的听超讲话，也许就不会这样失去踪影了。没有救超的资格，我没有救超的资格。你要去救那个孩子。超的手，你为什么会有超的手啊？我总觉得你这家伙在说谎，先记了。曼陀罗？哦，不是曼陀罗，是曼德拉。可是要怎么让他，又怎么让他有，就是发出大声音让他吓到？用电话吗？哎，普鲁米被电话声音吓着了，突然撞到墙壁后死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你这个东西比扯铃还扯欸你。所以要把曼德拉曹引过来嘛，让他去接电话。夸张欸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曼德拉曹，过来，就这样，一动也不动了。要拿起盐吗？要。获得了食盐，食盐又可以用在哪里啊？去问一下 Book。真是电话也可以吓死人，夸张欸。是这边吧？看到了便条，二楼走廊的小女孩幽灵似乎很害怕咸的东西，是这里吧？感到恶灵的气息，盐吧，就是你了。普鲁米撒上了盐，感觉恶灵的气息消失了。记录，啊，尸体。谁都不听我的演奏。这里放了钢琴，弹钢琴。哎，好厉害哦！等一下，我来跟你讲，好厉害，你就。我才想说主角好厉害，会弹钢琴，然后你的钢琴你就压下来了。好吧，真的有人在弹欸。为什么不愿意听我的？我才不会放弃呢。好啦，听你弹钢琴就是了。真的是，我还想说主角很，就主角很厉害，还会弹钢琴。刚要撑下去的时候，人就死了，哪招啊？真的是，谢谢你听完我的演奏。是用这个钥匙吗？获得了启动磁盘，
应该就啊，黑板上的字也换了。谢谢你听我演奏。启动盘应该是在理科室的那一个吧。话说我一直有疑问，就是为什么学校理科室会有这种这么精密的仪器呢？不好，就记得事情完全忘记了啦，真是够了。启动磁盘是这个吧。是的。输入密码，密码是什么？密码是什么？我爸爸说他上面的名字都是颜色。等一下哦，金绿黑。那这边橘色咖啡，橘咖啡红白灰，橘咖啡红白灰，橘咖啡，橘茶色，橘茶色红，七八四五，七八四五零，是七八四五零吗？七八四五零啊，对了啊，为什么不见了？这是什么啊？黑金绿蓝紫，黑金绿蓝紫，黑三一二，三一二六九，三一二六九，三一二六九啊，超的一部分，获得了超的心脏。好，回去了，先去把东西放在祭坛上好了，这样就还可以知道缺什么了。操的手，操的心脏，还缺两个，我们先回去记录吧。这里储存好了，那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实况影片，如果你觉得我影片还不错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点个喜欢，想要接收到最新的影片资讯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的频道，有任何意见欢迎留言在下方的评论板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